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为您现场直播的是第25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赛八强战的对决啊。今天有两盘是中韩对决啊，一盘是柯洁对阵袁胜珍啊，另外一盘呢是杨鼎新对阵朴廷桓啊。那么还有两盘棋呢是韩国之间的内战啊。今天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王皓杨六段。王老师你好。陈老师好，大家下午好。这个中韩之间的对决大家还是挺关心的啊，因为这个柯洁呢之前刚刚拿了三星杯，现在势头正猛，看看他今天能否晋级啊。还有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要跟大家说，马上就要到双十一了，我们天元围棋呢现在也有活动啊，就是会员呢是买一年送一个月，买两年送两个月，反正多买多送啊。大家踊跃参与吧。其实这个会员我也不贵，我刚才问了一下，一年也就100多块钱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每天看直播呀然后3天之内的回看都可以看啊，完全可以参与一下。好，那我们下面先来进入棋局吧。好的。这个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在棋院下棋的画面。这是柯洁。今天早上好像遭遇了大堵车，因为开始的比较早，是8点半，韩国那边时间是9点半。对阵袁胜珍啊，这是袁胜珍，好像是这个进八强里面年纪最大的一位棋手了，85年出生，整整比柯洁大了一轮。好。我们看棋。好的。袁胜珍的话感觉现在还可以出现在八强挺不容易的，是吧？感觉相当不容易了。对。之前当然他也是很厉害，也是世界冠军。 对没错。对，但是毕竟年纪的话也比较大了。不过上次也说过，好像韩国的话，韩国和中国还是有点不太一样。他们这个就是年纪大的棋手相对来说好像被淘汰的慢了很多，比中国。对，你像在中国我这种都已经不怎么下棋了但是在他们来说的话，在韩国感觉成绩还是挺好的，就是感觉也不是不怎么落下风的感觉。就是可能是不是韩国的新人可能现在还没有涌现的那么快，好像然后相对来说在中国可能就比较那个快了，更新换代更快一些，是吧？其实王老师他很谦虚，他刚刚跟我说他要去下围棋所以而且之前的龙星战下的也挺不错的啊。虽然说平时也在教棋，但我觉得也没有完全淡出一线吧，应该说。对，其实主要我还是比较爱下棋然后其实我跟袁胜珍关系还是很好的，我们是吗？对，其实如果相对来说柯洁的话我可能跟袁胜珍关系更好一点。是这样。因为在国内的话其实跟柯洁就是玩的话什么的还是少一点。因为年龄差距比较大。对对对。但是你们怎么交流呢？又袁胜珍的话他本身他会一点中文。对。是这样。然后他夫人中文比他还要好一点。是这样啊。对。他夫人也是主持人。对。然后那个他俩的中文都很好，就是反正在韩国棋手中就肯定是比较容易交流，肯定就是像朴正祥什么的，就我们在一起的话交流没有任何问题。朴正祥的中文非常好。其实袁胜珍也还可以。是这样子。对对。他会说一点，而且基本上能听他觉得差不多意思能懂。我怎么觉得他们都是怎么多才多艺的，我们这个会韩语的毕竟还是少数好像。对，咱们中国棋手确实好像还是少一些。对，会韩语的少。对，他们主要他们其实还特别喜欢中国的这个文化。对，他们很多人就专门都去学习中国的文化，像朴正祥他就学习中国的文化然后看中国的历史，听中国的歌曲。我顿时觉得我们很强大呀。对，反正是交流起来没有什么障碍的。主要跟崔振汉的原因。崔振汉跟他是同年的，都是85年。对，他们都是牛赌帮嘛。牛赌帮。还有个朴永训。朴永训。对。三个人都是85年的。他们都是也关系比较密切，他们总在一块儿。所以然后我去了之后就是总跟他们在一起了。对。现在不过因为今年的话这个关系也是一直都没有见过。可以在网上交流。
对，每次我们在议程上见到以后都打一个好久不见啊什么，就一般来说就是比如说你好见到你，对对对，感觉还是挺亲的、然后看到他现在还在八强下棋这还不错、别这样，说不定下回就是王老师了点三三点三三啊、这个点三三也是现在 AI比较那个流行，反正看新闻就点三三。就是其实，在做小目的这种情况下，直接点三三的，是不是还是少呢？是就觉得手脚会多一些。对，我感觉是不是手脚的话，好像还是多一点。有各种各样的手法，当然是这个手啊，对对对手啊手，现在什么都有的、五六脚也有了，现在是也有了，就是好像又回去了。对对，反正也有又回去的那个啊。那直接就这个小目直接点三三的，好像还是少一点。还是少一点。见少、不过应该也差不多，就反正布局上的话、其实你没事点个三三应该不会亏应该不会亏然后实战柯洁是挡在这边啊。柯洁其实特别喜欢就是这个星位加一个小木、然后挡在这边哦，是吗？是这样啊、我发现他很多棋都是这样下，因为我本来想那个黑棋这个小目不是对着你的，对，是不是考虑挡这边抢个先手，然后刮那边？对，我觉得就我们俩感觉应该是一样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棋正常来说就挡了长一个，我就随便摆，对，然后再这种挂过来，是就是感觉这边你看我有这个，然后这样挂过来之后再拆的话，是不是配合挺好的？这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正常棋手的感觉，一个正常的一个思路。是的，但是柯洁他显然与众不同，他就是要跟你不一样，不一样，他就是要不一样。其实就是这种思路呢，我觉得，咱们其实多半啊，其实还是那个时候受这个日本的那个影响，没错没错，比较多，是这样，对，当时就日本的棋的话，他还是好像讲道理比较多一点，当时就是我们那时候学棋可能都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学的啊、我们当时就说这个棋子之间的配合啊、还有要发挥它的效率啊、对，你怎么样让你的配合变得很好，让人家的配合变得效率低、一般来说呢觉得我六你四或者我七你三已经挺好，现在不是，现在是我要十二你要负二恨不得就那样，对，就这意思。现在 AI 出来以后感觉就是对配合的那个要求没那么高，对，这个配合我就完全已经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应该怎么操作。对，他好像更看重局部的一个就是得失，是啊、然后实战呢柯洁是挡在这边啊、这个也是，就这边如果黑棋不是做小目的话，他肯定这个小目他都是挡这边的，就是这个好像有点区别，如果是星位的话、好像一般是挡在外边，对，小目的话好像大家都是挡在这边，是吧、具体为什么我也不是太了解因为我也不是太用功这个是很难解释，只能意会、我觉得指针是这样走，然后白的黑的飞出来，黑的这个局部也有这个跳的一个下法，但是跳的话现在是不是争子不利啊？目前争子好像是争子不利，因为这个不是星位，对，是星位可以啊、是争子有利，因为小目的话我们看这个棋被冲断争掉了，黑棋白的可以冲断在里边，这样这样争掉了，这个棋是因为是小目的原因啊，它这个如果在这儿是这样的话刚好被争掉了，被争掉普遍认为不行，争掉这个棋局部黑的基本上是很难接受的，因为这个棋将来因为你跑不出来了嘛，将来我这个力差不多是先手，因为你要不走的话我拖进去也好飞进去也好你打劫活，那么你得挡住、然后这个棋我这边力也是先手，就感觉这个棋太惨了，黑的人家还得团住，悲惨的一塌糊涂、这个棋形就太委屈了、白的这外面太厚了，这个太完整了啊，所以这个棋被争掉正常来说呢是不太能接受，除非就是一个就是在后半盘或者这中后盘的时候、有可能可以下成这样，但是也不是太常见吧。对，还有一个就是你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引征，就是不是现在这样的，比如说这边什么本来白棋有一个，然后你有什么一个什么脱退，这就打个比方吧，就是这种、然后比如说什么你粘上啊，然后我怎么什么走一个跳一个，然后你有个这个或者什么，我这种有打入，就是我有一个比较严厉的引征，这样的话呢你也许就是被征掉的话呢我跳下来就打个比方嘛，这个现在也不知道这样的是不是能引得到、这样不行，这样还是被征掉了，拖住的话还是被征掉了，依然被征掉了、只能走在这儿，
走在这儿，这样下来，就是说打个比方，就是说他这如果说有一个比较严厉的引证的话，是的，那么可能还是可以。嗯啊，要正常来说，你只有你一个子儿，然后你跑不掉，你只能手过脚引证这个棋，白的我就比如说我就补一个，这样好像觉得黑棋有点亏了。这个棋太亏了，因为补在这儿效率特别高，将来因为我们说这两个力都是先手，这个棋就被这么弄扔掉太厚了，白棋。没错，是的。这对两边的辐射都非常的大。对，所以现在这个跳是不成立。如果能跳的时候，有的时候跳出来还是很有力的啊，因为跳完以后。首先将来可能可以贴起来。要贴起来。我有可能贴起来。然后有可能我如果尖一个其实我的就形状也是比较好，肯定比这样好。这个棋应该是大家就经常看天元的话应该是看到过这个啊，因为这个棋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棋形。所以这现在他没有办法，他就飞了一个。然后白棋小飞挂掉。小飞挂。对，然后黑的剑就跟我们刚才说的好像，哎，你挡在这边，这边有配合，那你现在这个被别人飞过来了你还挂完，他反正他觉得无所谓，反正挂完我就不走了，我也不用配合了，就反正你加我的话也无所谓。对，这个地方好像两边都两个人走都觉得挺无聊的，因为就这个棋啊，黑的飞出来以后啊，这条边正常来说你价值不大了，如果想有价值的话，可能黑的将来再尖一手可能还稍微有点价值。那现在的话基本上这个情况感觉大家都不太愿意往这再下棋了。对，是的。因为白的拆二感觉也挺无聊的。是。黑的夹击也不知道想干什么。对，比如说把你夹击，我就算往里飞一个做活你飞住我尖一个做活，也不知道黑的想干什么。对。可能这个地方就可能就大家就不太会走了。所以白棋实战就是脱先了，白的就太脱先了。这些棋啊，就至于黑的这步尖，我持一个保留意见，就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不太愿意这样跟着白棋赢一下。如果说不尖的话，你打算下什么？就我觉得就我觉得如果是我，我可能会反挂这个黑白棋。因为你是不是王老师觉得这个飞压就不是特别厉害？就是我觉得你飞压，其实我就跟着你没关系，对，我就跟着你硬长硬。因为我们刚才说这个棋黑的飞出来了，飞出来的话，白棋在这边飞压的话，其实意思也并不是很大。你要往这种地方拆，就感觉好奇怪。将来白棋要走的话，肯定是直接飞到这边来，应该是这样。但黑的反正就爬一下也好，或者冲了加出来，就是都有可能。你现在飞，我可能就爬一下，我再脱先了。对，就我的意思，将来我觉得黑棋要走，我不如一手棋，我觉得下在这儿可能更好一点。这手棋感觉大放光彩啊，对两边的白棋都很对，就是本身这步棋对这边影响很大。然后我现在我觉得，就白的飞压了之后，我这步棋走完，其实白的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发展。即使白棋现在飞一个呢，就是觉得他这个他也挺慢的，我就在走别的。这黑棋外面已经走到两手棋了。对，就我对这手棋感觉有觉得黑棋是不是有点慢啊？就是我觉得黑棋。如果慢的话就比较难下，如果白棋慢的话好像还可以。不过这其实是贴六目半啊，贴六目半会好一点点啊，但是这一步的差别到底在哪儿，其实你看实战他在白棋再挂的时候黑的就没有再选择跟着白棋硬了那么黑棋就选择这时候他挂这个也是脱先，但是如果像同样是飞压的话，我觉得我宁愿让白棋飞压这个，我不愿意让白棋飞压这个，觉得飞压这个更加严重一点，对，是吗？而且这个飞压完了，飞压完了，它的拆过来会很舒服。是的，是的，刚才那个拆就很奇怪，对，拆在一个不毛之地，感觉是，是不是布局上这个有点慢呢？我们试看看，这个棋是连爬，对，这个连爬的意图呢？是希望你尝一个，那肯定脱先了吧？他是可能飞压这个，再飞压你，对。然后比如说白棋爬啊，就是，就白棋，白棋肯定就是爬，可能应该是正解嘛。他可能就是说，我们说如果是一个上当图，白棋啊，你跳一个，那么然后我拆边，然后你拐下来啊，然后那么我就这么走一个，那很开心。这样的话，等于白棋他的这个配合就。不好了，对，回头再演一下。对对对，这个是白黑棋的梦想图，就是当然就是这个棋长到这儿的话，白棋可能也会爬，但是白棋爬可能黑的这个时候，反正他觉得下成这样也就算了，他觉得如果比这个跳的话，可能要好一点。
他觉得在这儿就是落个后手要好一点。是啊，这个是有连爬的一个意图啊。就在以前我们下棋呢，我感觉就这种爬，这种三子头或者二子头，感觉基本上都不能让别人搬的。但现在好像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没有那么多束缚了啊，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二子头必搬啊，什么什么必长啊，什么那些都没有了，就是什么感觉什么实战就下什么。对，是的，是的啊。现在这种棋，就白的这种长子也是可以不长的，就是就它不长，反而觉得其实黑的你搬起来，我就跟着你搬也没什么。没错，就当时以前会觉得这被搬起来这能行吗？就现在确实感觉看一下就跟着硬也没什么，有也没什么，真的也没什么。对啊，就确实就 AI 对我们这个思路这个启发，真的还是帮助了特别多，更加自由了。自由了。以前觉得必须要硬的地方，现在完全可以不硬。对。你不想硬就不硬嘛，你觉得？主要说的特别好，就是自由，这个确实是，以前的棋好像就是还是框框架架特别多，是有一些 就固定的思维，我觉得需要打破。对对对，是，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白的脱先了，那就是黑棋这样的下法到底好不好呢？也不知道，就到底是不是就比如就跳出来或者就飞出来，就比这个一定那个好呢？也搞不清楚，因为这个棋，如果说黑的你不搬的话。那可能你这个就失败了，所以他还是要搬的。说那他要搬起来，确实是要搬的，对，要搬起来了。他不搬，他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干嘛。因为如果这个地方黑棋你一直不下呢，白的就是我得出空来的话，我长一个，其实还是挺大的。没错，就我如果得出空来，我长一个的话，你这个其实还是挺俗的。我们说爬三路还毕竟还是一个亏损的一个变化。说不定你还不如这个，所以黑棋这个棋你既然不走呢，我就搬起来了。你是要搬起来。袁胜真的话，可能现在棋迷对他的就是了解可能不多。他棋风的话，也是比较就是喜欢实地，然后力量比较大。以前叫他这个叫袁大锤嘛，是大锤，就是他捞完实地以后呢，他利用他的这个宝棋能跟你作战的这种力量。我印象很深的时候，他在古历全盛时期是中韩天元对抗吧，好像是是2-1还是2-0赢的古历，而且那棋还就都他发挥的特别出色是吧？对，当时因为大家都会看好古历嘛，因为当时古历是如日中天的时候然后发现被袁胜真砍的好像没什么脾气是那个时候原来袁胜真这么厉害，就是这种感觉。那真的袁胜真应该感谢谷歌呀，他的那个世界冠军也是赢他谷歌拿的三星杯。哦，那就是那个比赛，那就是三星杯上。哦，不是，天元他也有赢过，好像他也得过天元，可能两个都是谷歌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我是有印象，我记不太清楚了，他天元好像他是中韩对抗有过的。我记得他是中韩对抗，好像是赢过他的。但是他决赛也是赢的谷歌三星杯当时。黑棋冲了一个。对，白棋这个飞呢也是。最新的一个下法，就是也是 AI 比较推荐的，就觉得现在的棋，就那天我有一天我在网上，我跟那个朴廷桓下棋，然后也是这样的棋，然后呢，我一双飞燕，他也是给我来一个这个飞，飞这个你见过吗，陈老师？是这样下的对，我不太会这。这个星位的这个棋飞在这儿，我当时也是一脸懵啊，我真的不会啊当时是这样。我是这样这个我这样他这样这个这样换了一个换了一个然后我一挂角他一加我一双飞燕呢我企图呢他比如说他靠这个那我搬了点角那他这位置很不好那么他靠这个呢我是准备搬出来这样跟他这个作战的我是搬了拖出来然后贴出来跟他作战我想利用这三个跟他作战然后结果他一飞我懵了我对吧又是20秒的棋我这他一飞什么情况顿时就不太会了然后我得点个33我也不知道后来是反正后来是下成是这样然后我点了一爬长一个然后他一长这个棋我发现我搬不动搬的话被他冲断一下要是能搬粘还可以这个棋但主要搬的话被他一冲断冲断他中断、这个、对对断这个是吧这个我这麻了这我麻了这你要是打住的话这被我打一下再搬一下你肯定亏了那你要粘上就被吃了那不行也不行就我搬不了我突然发现我当时感觉我是不是亏了然后我就立了一个
啊，那不能扳指能力，他指能力，然后他挡住，然后我贴，然后他扳住我。哦，是这样操作的。对，我不知道我下的对不对，然后我扳一个，他退一个，就下成了这样子。后来我感觉越下越难受，下下来我就感觉不太对了。后来你跑过了吗？我没跑过呀，我就说我这个不用功啊，我正常来说我还是应该跑一下，但是我没。我感觉你好像亏了一点。我感觉我是亏了。我感觉你亏了。但是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下。就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下。我不太会。对，确实就是像这种飞和今天柯洁这个飞好像特别像。是。然后正好说了之后我就说了一下。我觉得好像白棋吃的目数还比较大，然后他吃的比较厚，而方向好像好。对，他后完以后我这三个子感觉就很尴尬。他后来他这个棋他就走了个这个局面。后来，然后你这边完全就没有手段了。对，就对，没有手段。然后后来什么，我靠，他扳一下，然后就脱先了，就我感觉。反正你后来就不太对，有点走不动了。对，一下就有点难受了。对，是。这显然是人家是有备而来，有备有备，人家是就完全知道应该怎么操作的，我不知道，就是我具体我也不知道黑的该怎么下，他确实有这一飞，那今天小木这也来一飞，这个棋，这边换了一下，对，现在是这样子的，黑的冲，冲了拐。白的退，那黑的可能就顶一个，是不是做活了？还拖一个，先拖，他是单拖的，先拖，差不多，拖跟顶差不多。但是我总觉得这个白棋这个选择方向好像看起来怎么有点拧呢？有点拧吧，是吧？是吧？有没有这种感觉？从正常的感觉上来说是有这个感觉。不觉得这他没有打了是吧？对，这个没打。他爸打不到了，是不是？他打有可能脱线了，因为现在这个棋，对，是的，提了再厚点也没什么用。他打的话，黑棋会拆上面吗？会来夹击这个？我觉得那个挺大的，好像。打不到了。确实，感觉你把这个棋走在这边，这边搬过来，厚了有什么用呢？对，厚了有什么用呢？厚在那这边。反正是这样一种感觉，但可能胜率来说也不见得就也不见得，也不见得。我们这个棋棋还早，连扳。这个棋连扳便宜吗？跟长相比较的话，不知道，不知道。长肯定最害怕的就压一下，对，压过来吧，压就长一个。那他是不是就压过来了？就压吧。我觉得这拐出来也挺大的呀。我不知道王老师有何感想？不知道，反正你不能扳，没感想。我扳的话，我就脱先了，可能。这个还早吧，这看判断不清楚。这判断现在很难，因为老觉得自己判断还不错的时候，发现是大相径庭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个棋因为连扳的话，白的打了长一个，不知道黑棋下一步是黑棋单长，长他是长，他不肯被他打这一下。他觉得这扳一下的话，把你的头扭过来了一点啊，他怕被压住，但是就是可能这样黑白棋可能也不会走了。对，白棋可能就应该要拆吧，我觉得拆一个还是挺大。他先打掉了，现在这个时候大了。因为这个棋呢，我感觉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能会选黑棋这个样子，我不想被打一下，但是就走不成这样，是，所以就是。那所以这么推理的话，你单场我肯定要压过来，你肯定要压过来，是啊，对，他打了，他现在打就提了。哎，现在为什么就能打到了呢？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个逻辑。不知道，刚才我们觉得这个有可能打不着，都被他拆了。但是为什么这儿走两天之后就打了，他就提了呢？也许他觉得打也能打到。也许有可能。也许黑的可能也就是提。也挺有意思，不知道啊。拆边，这个拆。拆的位置，对，留了一个好点。是啊，我觉得这尖冲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人家是先飞压了一下。这棋不能这种吗？对，就不想拆高一点。对，不想拆高一点吗？感觉黑的飞压完了，这一尖冲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选点。没错，是的。他拆高的，不会怕人家就不至于吧？这个可能他是不是也是针对袁胜珍的一种策略？柯洁，我是觉得，就是袁胜珍确实巨喜欢实地。其实通过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来，黑的已经捞了实地，对，他已经接近要捞了四个角的感觉了。把士留给了白棋。对，是不是也是针对对手的一种策略？也是有可能啊，也有这种可能性啊。不过还是觉得，就是反正黑棋
肩冲感觉还是很舒服，就是说感觉黑棋很好下。这个肩冲，被人家肩冲，我当时我就帮白棋想嘛，我就看，我说这白棋接下来怎么办呢？我觉得好难啊。这个棋，你说你爬过是怎么也不太肯吧？就贴一贴，只能贴一贴飞过吧，我感觉这个棋，贴，贴他跳了一，跳一，跳也是长。对，人家还不依不饶的，是白的这个棋形也是有点问题，没错，这气是有点紧，像到这儿这个棋，感觉是不是黑棋还可以啊？我也觉得黑棋不错啊。这个袁胜真真的还是，到八强还是。这棋呢是这样的，就是普通来说，被人家点了之后，我就感觉是不是往这儿贴一个，这好像是不是比较正常一点？往这贴一个，往这贴一个。现在主要是现在可能黑的不需要长，对，它不长。它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你要没这个子，你不长有扳了连扳了，你可能就那这个贴比较有劲儿，比较有劲儿。你现在我这有个子，你可能你扳了只能立一个的话，对我黑棋可能影响不是很大。那我可能是不是我就比如说我把这个跳回来，就往回跳一下，下面我这个和这个跳是不是见合？这还挺难的。看着我也不知道走什么，是不是得连过？不连的话，是不是黑的下来？这么连一个，连一个，外面跳一个也挺难受。这样的话，白的这等于被压扁了，黑的突然把这个势给转回来了。那前面白棋的这个后势可能，这样刚才这个是不是走在高位好一点？是有可能走在高位好一点，但是这或者是这种这个选择，我也觉得不太好。虽然说他这个强如柯洁，但是。也不能盲目的迷信，也不能盲目的迷信。不能说他下什么都是对的。对对，是因为这个他也会累嘛。他前一段时间每天都在比赛，而且每天都坐着今天同样的时间对着那个电脑，其实也其实也挺蛮辛苦的。对，很累哦，确实啊，这样的赛程来说，对，而且他还要在清华读书。现在等于黑就是柯洁还是觉得外边我不能丢，如果我丢了外面的话，取得这个实地可能前面付出的实地过多了，没错，他觉得外边还是不能丢的，黑现在全盘好像白棋看出来数出来的目没有目不知道在哪，没有目目在哪里不知道，你数不出来现在，像这样的棋就很难判断形势，就很难其实这种格局啊，对袁胜真来说还是很有利的，我觉得。他喜欢把实地先拿在手里。对，这是他喜欢的一个格局，这个棋局的现在一个进程。所以柯洁今天也不好下呀，对，就感觉好像很轻松就应该拿下的，以为好像袁胜真是一员老将，比他大一轮啊。但是实际上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人家进八强也不是白给的。是啊，黑的是逼下来这个逼下来好吗？我怎么感觉有点怪异？不逼走哪儿呢？我也不太会。就是如果这种走在这儿啊，这种呢？那白棋要补断吧？这断再不补被冲断怎么办啊？我可能还有靠断。哦，要靠断是吧？你如果你要这种飞什么的，我就可能会靠断你。因为你这个气特别紧，也长不到。我这棋形好难啊，我觉得。对，我觉得是不是飞一个对白棋的，就我觉得是不是威胁更大一点？所以要我觉得我还是老老实实把它连上。老老实实连上。连上老老实实连上。我也不知道怎么走了，要不然。老老实连上，我可能我还是这步。跳一个。我还是正义的跳一个。这样的话，你这个我还是看着你。还是有段啊。我还看着你。我总不能。这不是棋，这应该不对，不行，我下不出来。对，我觉得这个棋形啊，我感觉飞一个好一些，是吧？对，因为我是看了他后面的这几步棋以后，我就是之前我肯定我不知道，就这逼下来肯定感觉还挺好的，因为马上要冲断啊，这个棋，你要是同样的话，如果白的走这个，那你跳的话，那可能比这个效率就高一点了，对吧？那么实战，但是我看完这个，看了这几步啊，这白的靠，黑的他只有搬这个。那么白的一长，你这个子要是进去的话，你可得不偿失了黑棋，因为这地下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目数，就是你逼下来无非就是想对这底下的目数拿到老一点，但是呢你像他实战他顶一个，是的，
黑的白的我估计就退一下。对，它是长的、嗯、因为这个棋啊，黑棋你捞这个木薯不要紧，你可以捞，但是你要知道你捞，就比如说将来我立一个你挡住，那你有木，但是我这个立对你脚上其实伤害还是蛮大的、嗯、没错。其实这个地方被白棋这样冲下来呢，这两边其实木薯对于黑棋来说是一个兄弟打架的一个状态。是的啊、嗯、所以你我觉得黑的捞这个木没啥意思，这个棋如果被白的吃了，白的就厚了，本身你飞一个白的可能要花两手棋补这个段。嗯，我是这么想，我就是我本来看还是觉得下在那个他靠的那个地方好一些。对，我觉得下在这可能是不是好一点、哦、下在那个飞的地方好一点、嗯、我感觉因为你除非你这么拱一个，那我就下不出手。你如果你这么拱一个，你是可以一手棋补住的，但是你可能啊，这不可能嘛？我去。但是你如果想你贴一个，然后比如说我跳一个，这样你其实这还是欠一个段。是的，你可能需要两手棋补这个。对，是的。所以这个子我觉得不能轻易的就给白棋。嗯。啊，我当然我没有看这胜率，我是感觉啊，这个棋黑的这里稍稍的是不是有点问题了？顶了一下。嗯。当然袁胜珍失误嘛也是可以在所难免，不能一点都不失误呀。嗯嗯，挡了一个白棋飞、哦、飞出来飞出来、哦、就黑的还是觉得这块的木数比较大，他觉得是不是也可以接受。这个黑棋也够狠的，黑棋我们看他接下来怎么下的、哦、嗯，出手了，他单粘、哦、单粘单粘，很明显他要冲断你啊，冲断这个吗？对，他是要冲断的。我因为我看到他接下来怎么下的了。冲断便宜吗？就白的就打了夹住，这样弃子就虎一个正便宜吗？黑棋？我没有感觉到白黑棋便宜啊。哦，就这个棋啊，就弃了啊。我觉得就弃、嗯，就这个棋白的肯定要走，要是被黑的贴出来，嗯、这个子我还是觉得特别大，嗯、我觉得特别大。这冲断我就弃了吧。如果说这样啊，不弃吗？这个棋柯洁还有更好的办法是吧？看起来柯洁他不打算弃，不打算弃、跳一个是吧、嗯、然后冲吃立下去，这跳一个比单打好、嗯、要不然他可以二路尖、哦、这样黑的吃了这个棋、嗯、大吗？我不知道，我主要没什么力量，我就不愿意跟别人那个硬碰硬。这样的话吃掉了是这是不是合适？这个变化到底怎么样？这个得失如何？不知道，我看这个太难了。嗯，我真的不太知道。可能黑的还是要把这个弄回来。对，估计这脚上肯定也得走吧。还得弄回来。对，是的。嗯、就他不能让白的把这个冲过来。如果白的从这能冲过来、嗯、走后的话，肯定黑棋是不便宜的、嗯。可能把这个弄回来是，应该是。经过判断，肯定袁胜珍这个图，如果它不好的话，那就这个冲断就不成立了，就不成立了。对，因为这个图实在是太简单了。它整个的接上这个冲断的、嗯、那整个的构思都成问题了。嗯，他实战柯洁是觉得这样不满意，可能是对柯洁不肯、嗯、不肯弃掉，他们不肯，嗯、就靠出来横靠，这我就看不懂了，这个就比较难了。嗯嗯。那这也没什么好谈的了，这肯定得长吧、嗯、否则他在干什么呢、嗯、否则也不用谈了。不过这个时候黑棋是先加的，我觉得直接拐出来不也挺好吗？主要先加被他加过了，待会先加白的是立的，对，白棋他肯定是这三个字他就没打算弃，看这意思。如果我想吃你也行，我说我双一个、嗯、双完之后我是不是笨？就这样吃掉了是吧？就我拐出来是不是也行？你应该也不会点这个，你可能也是这种什么冲一个单冲，然后转换了啊，先冲也是一个，你不能不要先贴一下，你先贴一下再冲的话，黑的就轻了。那么你先冲一下，你等他冲的时候呢，再冲这个，你再冲这个，哎，这个好刺激啊！对，这样你冲的话，我把你断了，等于这样的话，嗯、这两下黑的肯定就亏多了。没错啊，因为你现在冲一个，可能黑的也是贴，嗯，那么你直接就粘上，你就没有必要贴在这个位置。那我觉得白棋吃的脚还是挺大的。这样转换、哦，黑棋等于把这四个吃了，先来搬粘一下，但白的把脚都吃了。我觉得好像白棋还不错，这个图应该黑棋不便宜。对，因为刚才。跟单弃这四个子相比的话，白棋这个角的木薯还要多很多很多，然后黑棋这多吃了没几目棋啊。对，
就白的就只是说它本来它可能这边有厚的厚薄差一点，对，但如果说你从这出来可能也不见得厚，对啊，有可能还是快鼓起了，对，你如果说出来了可能也不见得厚，嗯，这样的话白棋实地还是有所得的，没错，这个图我肯定占白棋这一边，那就是黑的想吃也不容易，这个棋啊，就白的这种立下，这个观众朋友还是要这个就学习一下他这个思路，就是你可能你立下完了你可能也是死掉的，对，但是你多送一个呢，一个就是你多死一个等于你接用就多了很多，比如说你要单立的话被别人一手给你抱死的话，你这你怎么能形成刚才的那个变化呢，你下不成那样，你脚就吃不掉了，你这期你可能你冲我这冲出来你还不见得不知道能不能断我，谁杀谁还不一定，就算我就煎了飞一个做活，等于白的你外边其实也不是很厚，是像这种棋不能轻易的就死掉要多送一个，让他这走一个你再下来再弃掉，那实战黑棋就黑棋是拐出来、然后白棋兼过了，兼过，那就是陈老师觉得这个加一下不便宜，不如单拐出来，对，我觉得好像单拐出来白棋要怎么连还是个问题，它是怎么连呢，连在哪儿，连在这儿，我肯定不会去挖它，对，你将来搬一下对啊，不好一些吗，难道，对对的，他先加了一下，他是不是忽略了白棋多弃了一个子的这个棋呢，当时很有意思，他长这个我们都觉得他是必然的一手，当时看的时候他想了很久他才长，然后想了很久再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可能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会发现他长完了他加一个，我觉得不是什么好棋不是什么好棋是吧，那之前的话陈老师看了胜率的是吗，对，看了一些那但是黑的不错吗，当时应该黑的不错，黑的不错，对是吧，对对，这跟你的判断是一致的，就是你觉得黑棋还不错，黑的还不错，对，他当时冲断也是觉得黑棋胜率还不错黑棋因为感觉上下的还是比较挺顺的，挺顺的，对，没错，是的现在可能又回到了这个是不是同一棋跑线了，可能现在还还是黑棋不错，还比较接近，好像白棋虎了一个，虎一个，黑的怎么办呢？黑棋压出这个，爬冲断压一下，白的应该不理了是吧？白棋长了一下，因为这个棋你如果你长一个，那么现在你这个冲断没不成立了，对吧？你不成立了的话，我只要简单的把你这两个字吃了，对对对，就吃了很厚。吃了以后，因为我这块棋就厚了，没错。那么我把这两个子一吃呢，对你这个外边白棋所有的呢，都是一个很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如果我这一下厚的话，你白棋所有的厚势都没错，都没用了。这厚了，厚了没关系，待会这冲完那虎，这局部是没活的。白棋还没有完全的做活，对，你得小心啊。所以这个压也不是说绝对的先手，这冲下去我也可以看不见，而且白的这个棋一定要走对这个大的方向。他先要长出来，贴一个，然后白棋下的是单拖，这个头也不长了。对，这个天，这个棋，这个是这个长的话是怎么了呢？这个、长真的是很想长的地方。这个棋长是怎么是死了是吗？长的话就完全是就是一种很混乱的局面。那它肯定要长的嘛。然后如果说这样的话，那就全搞不清了。这是什么呢？这我是粘上还是吃呢？就说这外面就。反正这变化很复杂，就反正他要唬住的话，那就要打劫了，劫了就劫征了，对啊，要打劫了，这棋就我铺了棋，然后提回来，这样打劫。这个都不长吗？这个棋，但是这么火爆啊 ！AI 的意见确实要长这个的，要长这个，要长，就是说无论里面怎么样，我都先长。对啊，这个长，这怎么头不这个头被摁进去，翻一下，这个棋心情不太好吧？感觉就是，就真的是他看清这边，如果死了可能不长。但我觉得如果是结征的话，先打着吧。这完全可以慢慢打嘛，不着急的事儿是吧？铺嘛，对吧？我铺完之后，我就我立一个还是提掉？我觉得都可以吧。可以斟酌这件事情。我再提回来，这个棋黑的，你想找棋也不好找啊。那你可能你是不是补一个？补一个，那我是这种先开着劫，还是这种先拐一拐，都是有可能的呀。这个棋搞不清，这个就是我觉得下棋的时候，如果就是这棋难道不长是吧？这个为何是不长呢？这个我觉得吧，可能跟
这个对手有关系。嗯，就是如果说柯洁今天如果是跟深圳续呢，我感觉他有可能就长了，多半是长了。就是他这期我他不能松，就是一点。是，但是他跟袁胜珍呢，他心理上我感觉他总是有一点，有点优势。今天这盘棋有这种感觉啊，他好像绷得没有那么紧，对，他总是松着下啊，有点松着下。他觉得不着急，反正对他觉得不着急，就是我，他觉得我这样我松一点下，我可能到最后我还是。我也是感觉有优势的，是的，我可能是心态上是有点变化，是的，因为这个其实下棋的话，心态还是挺重要的，我觉得。对，棋上会反映的出来，大家能感觉得出来，能感觉得出来，对，是，有的时候就是经常就小孩嘛，我就说你怎么想怎么想的，然后他说老师你怎么知道？我说老师下了这么多年棋，你这个心态是怎么想的？我肯定能从棋上我就能看出来，是的，是的，这个棋确实我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今天真的是深圳续，我感觉柯洁你这棋多半要绷住了，对，要绷住，可能前面都不会下成这个样子，估计对，实战他是拖累的，这个棋就是拉长战线，对，搬玩出来了，然后黑棋在那边长了一下，这个作战的话确实没有太多的办法给大家讲的特别清楚，因为毕竟在这个大棋盘的话确实看着没那么清楚，也不知道这具体该怎么走，只是感觉这种地方还是想长，那具体这现在这个地方是什么，这是什么，这又是什么，都搞不清楚了，这都是晕的状态，只能看看他们的这个情况，看看实战吧，白棋冲了一下，然后挡住他挤，我感觉就是我感觉啊，黑棋这步长不是什么好棋，就是我感觉，但我也不知道该，就是如果我下的话，我可能甚至我直接冲一个都是有可能，就是我觉得这个长就是特要想走的话，将来肯定是想直接挖在这里，我觉得就是你这长一个感觉和白的这个交换，白的这招棋太合适了，太舒服了，我觉得太合适了，就白棋太舒服了，它的位置刚刚好，位置刚刚好，然后这他走这个之前他还先冲你一下，然后再一挤，这个棋你如果粘上的话，那我们看就是这个子我觉得就是那你完全不是地方，对，你还不如索性就冲一个呢，完全不是地儿，他无非你不走他不就搬吗，搬呢你就不走了，你从这你就挡一下，挡一下完了他走哪个我就搞不清，你比如说你就从这出去，我觉得就是或者你不出去你就脱先了应该也没问题，这边搬家完了应该也活了，就是我这个为什么要走，我觉得总是挖，或者将来甚至是不是直接挡住了打都是有可能，我感觉反正这个就是这看不清啊，但是我觉得对这步棋我还是觉得有所这个也不太对，不太对，棋形不太对，怎么往那儿长一个对，那一拖就长，好像觉得不太对然后黑棋冲了一下，白棋打，这是弃子，对啊，他就先不走了，这弃子便宜，这被他二路拐着一下不觉得便宜，这被拐着一下啥意思呢，对，拐着一下这局部就不活了，对啊，这为什么这差很多呀，这是啥意思呢，就是他是想打这个，不，那不可能打这个，那不肯定还是要弃子，你看多半是想打这个吧，打这个被虎呢，你就打着还一个，这就很不舒服呀，也得粘上，是很不舒服呀，就觉得这为什么这我这个下的有点不太会了是吧，我有点看不太懂，按理说是应该单挡，因为我刚才挡的时候其实我当时还麻了一下，不知道打哪儿，对，其实就打这个的话就便宜一目棋嘛，然后这个子我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用，这本来挡一个就挺麻的，他是觉得现在挡不到，不，也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他如果直接冲的话，可以多吃两目；如果他不硬的话，他不硬的话就多吃两目。那一定要走掉吗？就是这个棋？不知道啊，就是这也是很纠结的一件事儿。他就是走完，他是想打这个，对，是的，他的意图是，就他本来他觉得弃子不满意，我本来以为黑棋是要弃子的这个棋，这。他觉得这样不满是吗？肯定亏了，黑棋，你跟直接冲一个亏飞了，木薯。不是，我本来在想，我打完了这个不能粘这儿吗？粘这儿是什么呀？打完了之后，粘这儿局部不行是吗？
法国来占这个是吧？嗯，好像看起来不太行。可是这个，有点勉强。这长往里拐是什么？可能感觉中间那一串要掉，嗯、那对对对那样的话就要转换。不便宜，不一定便宜、对。但如果说黑的这样提的话，我们看，比刚才我说这个单冲亏飞了，黑棋目数亏飞了。这现在这里边白棋全是目，你搬我还能挡住。那黑棋在干嘛呢？究竟下了一圈就在外面提了一个。你本来一单冲的话，这个棋单冲的话，这棋白的搬一个，感觉比刚才至少少五目，感觉不止。这现在白棋这能数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最多十四目棋。而且感觉还挺薄的这地方。你实战这个样子，如果说下成这样的话，这白的多少目了呀？这个棋。如果是这样棋子的话，这白棋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四十十八二十二十二，亏了八目棋，就是没有任何便宜。其实这个棋贴目还要多加一目半。对啊，你等于你想这个棋我冲嘛，你搬一个，就是你虽然你可能你不会搬张后提交换，但是我这也厚的其实已经非常厚了。对，就你搬张我提，其实我觉得也差不多。关系不太大。那如果说长的话，这脚上的目数会受损很多。如果他实战，他确实如果弃子的话，他亏多了。那他就这步棋肯定，那我觉得肯定不好。这个棋，这个棋肯定不好了。好吧，我们接着往下看吧。这为了这个打吃又多送了一个被拐一下。主要是被拐，要是拐一下这很痛啊，我觉得。要是拐一下他就不活了，这待会这边死活可能受到很大影响。然后他就打吃、他果然打吃这个、他肯定是为了打吃这个、要不然的话就没法解释了。虎一个打吃，白的只要把上面做活，黑的这一块等于就什么都没下到了。好，尝了一下二路虎，哇，舒服，黑棋接上，这个虎太舒服了，愉快。尝一下这个袁胜真同学好像这一圈有点问题，小老师下的不太对是吧？你觉得他不太对了？但是现在这个局面也不是说他就不能下了，我觉得不、就是、整个局面好像还早，还早是吧？依然还早。但我觉得如果真的看胜率，我感觉他至少比他好的时候至少跌了20个点肯定是有的。这个棋，我如果是从胜率上来说的话，我感觉接下来他走了这个，他是想要从这儿出去、这个是很正常，要不然被他封住的话他马上就要去求活了。这个棋，哎，其实呢我是觉得现在可能棋还早，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像袁胜真啊，像我就、比如说跟柯洁下棋的时候呀，我感觉就是和那个孩子下让子棋的时候有点感差不太多，就是如果在前半盘对，甚至前面如果跟柯洁就是说我能有一些领先，就我胜率上如果有些领先，那我到后面可能我是有机会的。如果到前面就是说差不多或者那个什么，到了后半盘我觉得是盯不住的。就跟孩子让子棋也是一样，就是你开始你如果领先的多，你保持到最后观子的时候肯定要被老师刮嘛。但是你可能还能把优势保持住，就是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就这个棋他这样这提了一下。这提的啊、提了一下。提过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个棋现在已经没有优势可言的话，到了后半盘恐怕是没有办法的。和氪金就是这个、但这个优势其实刚才有一点优势也不是太大，不是太大，但是有的话就还行，想要把握住也很难，就是至少我到后半盘我能坚持住，那我可能还有机会，我是这样觉得。然后黑棋长了一个，白棋靠，当时我们看棋的时候，我也看这个地方，断，我以为他是挖打的，挖打被打进去不满意吧？能满意吗？然后他就长了一个，但是当时看的时候觉得粘上好像黑棋不觉得他能行啊，他尝这个然后被人家贴出来。我是觉得他现在急了。着急了。老袁有点急了。他因为他这一块这不是他风格呀，怎么把实力全给白棋了。这个棋。他显然那边好像处理上有点问题。有点问题、有点问题。感觉是有点问题。搬。就突然变掉了这个棋，这棋如果断掉肯定不行，断了被长，断掉可能白的怎么走还是很合适，好像有很多种走法，对，只要白的气太长了，对，他有四口气，你肯定杀不赢他，他是单扳的，
然后连扳。这是个啥呀？这个棋，这白黑的在干啥呢？啊，这个就是很晕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突然变掉了哈。他既然是已经就是跟人家短兵相接，那他无论如何也不能退了吧？这里，这还能退吗？那他也进不去啊，关键他想他也不想退，但是他没有办法，这有办法吗？不能退吧？关键现在这块其实是不是没活呀，杨老师？乔老师这个棋是啊，没活吧？没活呀。那他怎么办呢？这个白棋，哎，好难啊！好难，好难，好难。这个棋接上。哦，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图是这样的，有一个图是这样，但是这个图我觉得要下出手太难了。这能想得到吗？这样的，这是有就要跟他杀气，啊，这别的也没什么好商量，但是这个气实在是看不清，这完全处于一种看不清状态，就是，然后他把这个粘上，把这个就粘上，对他肯定打这个嘛，他现在，然后他把这个粘上，他就要跟你杀了，这别的也不用谈了，反正，这我就贴一个，这能跟我杀？他刚才好像要把这个先冲掉，什么挤掉。要先冲一下、要这样，要先走掉、然后把这个都走掉、然后再把这个是怎么连回去，再连回来，那图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这外面现在已经损了很多很多，这已经看不见了，就是说这个图我觉得一般是不敢这么选的，但是你下不了这个狠手，但是要我啊、我可能就这么下了，就这样了啊，就这样了，就是反正、够狠，不是，就是现在我现在下棋就是这样个心态，就是我如果有这样和你就是拼命的机会，决一胜负的机会呢，我觉得我赚了。你这心态比较好，抱着拼的心态，就是真的就是你刚才那个超老师你说就龙心战的时候，当时下棋，我就是这个心态，就是我那个。当时跟范印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当时呢像这种棋，我当时不是他这个现在形势这么差的，我当时只要往回退一手，我当时胜率已经90多了，哦，已经这么高了，但是因为是快棋我搞不清楚，你反正范印，我想范印超最狠的，我想范印那么强、超最狠的，然后呢我想他那么强，我有个机会，我就是我往回退呢吃一半，我可以从外边冲全都给他卷进来，然后我当时想我有这个50%机会，我值了，拼了，就拼了，然后结果死了，输了，就最后没拼过，然后等于他那里边没杀掉他，对，就是我当时就这样的心态，但是我觉得现在他这个形势也不允许他再稳了呀，我觉得他就是稳了一个，他往回退了一个，其实当时白棋接上已经挺好，他实战是走的这个，但是这个断点还是存在的。这个断点非常强烈。这个棋黑的因为没有眼。对，这个断其实很厉害，就是说断上去之后立马就被切断了。实战就下成这样。现在黑的还在补活，因为这个。对啊，他得赶紧得去那儿补活去，这个等于说没功夫看中间的事儿、然后白棋稳稳的一场，他否则被扳一下很难受嘛。那现在这个断马上就要来了。是啊，这个断其实很现实的事情。现在黑棋走这儿。然后这儿还欺负他两下，这全厚了，因为对，就像这种棋，就是你这个优势呀、扛不住这个，对，就是他一点点的、一点点的退，然后白棋翻吃，提掉，欺负他两下之后回到上面，顶住。这棋我感觉这个，我觉得黑棋已经不太妙了，这个时候已经不妙了，是这个断点还欠一个大断点。这种局面，你跟柯洁肯定是不行。他是扳了连扳的。就到了这个时候呢，不管柯洁他心态有什么变化呀，对他来说其实已经影响不大，就是他这个状态已经就找回来了。对对对，他下顺了，就这棋他已经完全会操作了，接下来。切里咔啦就直接给你断了。他断这个呢，其实就是说，他还可弃可取。比如说，你如果你打吃一个，长，你长，那不就挣掉了吗？他其实也无所谓，他让你挣掉了，我就拐一拐。对，就是说我这个就可弃可取，因为你无所谓，我这长到这儿了，你提掉也没什么关系。他拐到这个还是挺有用的。对，将来我就再吃一下，对，让你补一个。我就走收收关，就走走后就行了。对，这跟刚才我们一开始说那个跳出来被蒸了不一样，这个蒸了无所谓的。没错，这还欠一个大题在这儿呢。这两个大概是一人一个估计。对，
实战呢，黑棋是小飞了一个，他断的时候他干脆就不硬了，飞这儿，嗯，然后白棋长，嗯，他就下得很稳了。就到了这个时候太难了，他已经就他很清楚了，是的。嗯，粘上，然后是下了什么？哦，他虎了一个，哦，虎这个，他觉得虎一个比这儿大一点。嗯，嗯，这个黑棋得想点办法。来说，嗯，不想办法就不成了。嗯，因为这个地方白棋气呢，还是稍微有点紧。是，团住，那么断一个。断一个他可以先打一下呀，然后他长的时候发现他还可以回团，那不全死进去了吗？就是说他这个棋啊，嗯，他这个棋他可以团出来，但是好像白的就提了，嗯，这样你接上，你接上完以后呢，这个棋白的他就做个眼，嗯，他这局部是活的，对，是的。那么活完以后呢，他这棋他一靠，嗯，那冲先生，喂，你这棋还不活，我给你冲掉啊，冲掉完我这棋我杀气我不杀你吗？我就做个眼，这你虽然立先生，我将来我一点你也是死的，那你白黑的再落个后手，这得被给拔了，等于这也拔了，这也拔了，这活了，你还得补活。嗯，怎么说黑棋也不行，这个棋这个拔还是先手，嗯，这简直是他能回来太狠了，但是他没不就是你杀不掉白棋，然后把白棋团住了在这儿，嗯，黑棋把这个提了，这个棋感觉上就是一个下了什么了，苟了一下，哦，嗯，给它粘上补，然后把这个粘住，嗯，黑棋加拐一个吗？拐，哦，一路搬，哦，然后黑棋小尖了一下，你看这一靠，这种靠都是柯洁他的这个标志性的动作，对，嗯，靠的他不太会了，柯洁，嗯，拐打这个不能再粘回去，被他贴住，这不像话，贴住还是先手，是啊，嗯，踢掉，然后白棋从这儿搬起 来，也没关系，他就连回去就行了，连回去就可以了，嗯，小尖，这不单单要自己连回去，我还要锚你一下去，嗯，这块棋他说你活了吗，就这个时候他就清楚了，就是嗯，柯洁这种时候他就不会再犯错误，对，这棋确实也白棋好下多了， 嗯， 嗯，压一个接上，然后黑棋冲过来，这也冲不断了，这地方都是断着的，顶回来，对啊，粘上，这得顶住，嗯，哦，白的这时还要扎吗？哎，得顶住，顶回来了，哦，没顶回来，我的天，这地方他对打两下，啊，然后这个是差着的，你顶这个我打吃，没错，你这个进不来，全都是有问题，他把这下卖掉了，踢掉，哦，然后爬一个，嗯，爬一下。因为白的这块棋还是断的，嗯，然后白的先打一下，接这黑的没办法，痛苦的接在那儿，嗯，这已经损了好多了，嗯，白的就爬回去应该就可以了吧，对，是的，他爬回去了，嗯， 嗯， 嗯，这个很稳，这种地方不会担心柯洁的断掉，嗯，断掉到哪了，他去哪儿好像走了一下，哦，他就贴了这个，哦，然后黑棋虎，哦，把它点，嗯，可以接上，它就贴回去，就糊一个。这棋应该差不少了，我感觉。我觉得应该差了。贴，挡住，那就把这个，哎，他走什么？还糊一个？还要跟他打劫吗？哎，没有劫呀，啊，这个是劫呀，啊。哦，他打完这个是他粘回去。他这打了粘回去，哦，那太猛了，这个这个简直没法看了，嗯，
那他虎一个，他自己他打吃了一个。哦，他打这个。那么白的吃，对，他提劫。哎，怎么突然就成转换了这棋？哦，他提了是先手，要不然这个吉打啊，吉打打死了，全都死了。哎，这个这是愤怒的提掉了吗？愤怒的，愤怒的，愤怒的提掉。嗯，接上。形成一个转换。嗯，这个应该不行。对，这个中间全死了。现在接上吧，白棋接这个。嗯，这个以下的应该操作应该是没什么。还有吗？还下了吗？还下了几步，还下了几步，还坚持了几步，但是肯定是跟胜负无关了。嗯、这个转换，白棋应该是不会亏的吧？至少不会，不会亏。嗯，是的，这幕我们也不用数了，我估计、嗯。对，应该不用数。嗯，是数多了。嗯，对。这个我觉得，哎，袁胜真后面确实还是顶不住，那、嗯、还是没有办法。嗯，基本上优势还是守不住，嗯，就即使有一点优势，我还是觉得这步退可能是他这个比较会后悔的一步棋。嗯，我觉得从这步退完开始，他整个人就感觉一个状态就不太对了，就不对了。嗯，好像不太会下了，后面就已经、对。其实也不一定，这个地方如果悍然出手的话，悍然出手是吧？未必啊，这个确实，能拼的话、我觉得还是有这个机会要拼一下。嗯。对、那这盘棋呢，就是柯洁是中盘胜了袁胜真，已经进入了 LG 杯的四强。那么另外的一盘呢，是杨鼎新对阵朴廷桓，那盘棋非常关键啊。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将为大家讲解另外一盘精彩的对局，一会儿见。好的，有一信号。